是不是非常的帅气啊，兄弟们？今天对线凯给大家带了一波九颗舒适枪线，用身体卡兵线，二级能打三个，调整位置再 A 三个，你这样凯他是完全抢不过你的。我们二级了，看看凯，他才抢到一半，狗没果到啊，没关系啊，他现在肯定是比我们慌的。二级能晕住，一能好了，预判凯的闪现位置，再狗啊！哎呀，我不接受，我是个脑瘫。First blood。铁哥，我不得不说你两句啊，你这么一个十年脑溢血都打不出来这种操作。我承认上一波我是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失误啊，但是这都不重要，对抗路嘛，那不死一次我都不会玩啊。照目前这个情况，队友可能觉得我有一点点菜呀，毕竟连个边路凯都打不过，赶紧过去把他秒了，来挽回一下我在队友心中的形象啊。凯前期不开大就是个小脆皮，杨戬打任何脆皮前期基本都是一套秒，这波凯应该是没有想到我的伤害会这么高，那么下一波他就会长戒心，会在我近身的第一时间开大，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打呢？大家看我操作，留个炮车直接狗上去打他一套，他开大了我们就边呲尿尿激光边往后拉，正常情况就是这样打，用你的大招去换他的大招，不过凯的大招在前期可足足有一分钟啊。那么现在他的手里还剩一个闪现对吧，再把他闪现打出来，他这点血量一会儿二闪直接过去秒了。哎，这手约你，这你下来干什么呀？这我是万万没想到啊，这百里守约能跑对抗路来。凯你在干什么？你不会是想杀了我吧？真是完全意识不到事情的严重性啊。鱼界来了，狗过去，这波本来想骗他大招的啊，结果没骗出来，鱼界来了，剩下的应该没有问题了。你怎么残血了？这我怎么也残血了？大家都一样残，那塔下这个血包我吃很合理吧，玩放狗男孩嘛。如果你没有一颗时刻想反杀的心，那就不要玩这个英雄。大招又好了，只需要拿下波兵线当跳板就能操作。那个虞姬你要不躲一下，你安心的去吧，把镜头给我，狗兵线假装我会走，两个满血脆皮只需要一个二闪 A 一大招 A 一大招，手速要快一点，先进两下普攻，要不然你是没法把他俩全杀了的。那现在啊，赶紧把队友的封印解开。666 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好家伙，铁根，我直接好家伙。毕竟一直屏蔽着队友吧，那我也是收不到信号的，对不对？铁根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外边都叫你国服孙膑啊，想沉默谁沉默谁。其实这个也不是我故意的啊，就是每每当我打出一些脑溢血的操作，我就会忍不住的瞬间把队友都屏蔽掉，这个不是我的主观意识啊，是条件反射你懂吧，就是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啊，他已经屏蔽完了。这波对面少个诸葛亮完全可以一波，让我看看哪个倒霉蛋能被我狗到。守约狗住，大招交了，直接闪现跟上，一人霸子，这波史诗级开团。这没道理啊，先别管这么多了，让我再寻找一个倒霉蛋。又是百里守约，直接狗过去，一耳巴子再晕四个，苍穹减伤配合孙膑抬血，明刀大招回血，这波输出抗上直接拉满，这波团战满地的尸体。对面看似跟我们打得有来有回，但是上路龙宝宝已经到了，我觉得这种冲进去就不打算出来的英雄才是猛男该玩的英雄。